下面来看两条国际方面的资讯。首先呢，来看来自中国江西的一条资讯。江西宜春万人泡脚创迪士尼世界纪录。9月15号，江西省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举办规模盛大的西温泉泡脚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83名汤迷参与。经上海大世界迪士尼总部工作人员统计核实，创造了当前规模最大的西温泉泡脚活动纪录。